大家好，我是亚当。那今天会教大家做一个桥式动作，它主要做到我们大腿的后侧跟臀部。好，一开始双脚与肩同宽，保持屈膝状态，顺势往下躺平，双手帮我放在瑜伽垫的两侧，好，来慢慢的往上顶，然后核心收紧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往上顶的时候呈一直线，好，慢慢下来。往上顶的时候吐气，回来的时候吸气。好，今天教大家做这个桥式动作，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。我是亚当，那我们下次见。